这没含骨头就跟那塞班似的，不好玩。哎呀，这小天不错啊，那必须又春暖花开了这一块呀、啊。还不是时候吗？大伙干活呢。大哥，给你整点吃的。来家干活，干活再吃。到点了，吃饭了。没有，啥也没有，今天啥吃的？俺们带吃的了。有肉，有肉。那你们回家吃吧。给你整的排骨。要不下次干活，要不赶紧走。好心当成驴肝肺呢，那么一天天。别在这儿了，还得干活。赶紧调头回去嘛。不行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跟你说，你一会儿你听我听我节奏啊，听我节奏啊，你来吧。展示三哥，上赶了不是买卖，你停停停停停，来姐妹，把排骨拿来，来。小耿啊，大哥，哎呀，这个香啊！啥呀？这个好吃啊，这个啊。我拿着救动去吧，不太乐吃，我知道你。不干啊。拿来呀，走啊！我知道你不乐吃，我乐吃啊！你们也不会做，你们做那玩意儿不好吃。你干啥了啊？你香不中？做我，你真香不中？我啥都有，你也不爱吃啊？我乐意吃，我怎么不乐意？你刚才不说不爱吃吗？哎哎，我告诉你咋整那玩意儿啊？咋整？别闹！咋整啊？分了啊！我还拿豆角呢，哎，排骨炖豆角了啊！我这啥都有现在啊，火都烧上了，是吗？屋里边烧个火呢啊！我知道啥意思，走，正好下油车，喂、哎，你来呀，你过来呀，是啊，哎，你过来呀，你赶紧过来呀，大哥我来了，完了，排骨拿走了。喂，你俩是不火？咋关键时候咋叛变了呢？你老妹儿也叛变了。完了，这排骨吃不到了。这家伙再去，刚才一顿调理他，不得磕咱俩呀？那可不嘛。你先去让他干你一顿。这每次都是我，你这回你得顶上了。刚才我调理的他吗？这回该你上了。那你调理他，你顶上，跟我也没关系，我还没调理他。你说这事整的，那你老妹儿咋能叛变了呢？咋整啊？啊？那也不能就这么回去啊，那咋整啊？回去那排骨就捞不着吃呢。哎呀，我你排骨冻豆角全都拿走了，不然那啥，咱俩就认可了，上你挨揍挨揍得了。那你也是你顶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不能打太狠。那这次你顶上，都哥们儿，他打不了这么狠。行，回去完了你顶上啊。嗯，不然你太惨了一点。挑逗，我都饿啥样了，我都。咋整？你还瞅咱俩呢？他竟然翻了你，老二！他竟然翻了你，你去干他！哎呀，我就忍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快下去啊！你下来呀！我在车里坐一会儿。这回你往上顶一顶。不是他干啥？排骨好吃吗？不是，你干啥去？哎。泼自己一身，有事啊！你现在越来越损了。都揍他！咋的？就喝出来奶揍了，就。不是大哥啊、嗯，大哥，等会儿啊！喝出来奶揍了。没有，一会儿老二就进来了。进来以后，我把你摁他，你揍他。行，你让进来吧。大哥都说了，随便吃。哎呀，没的，自咱拿的排骨能有啥事儿啊？过来吧，做个排骨。你吃啊？我吃啊，你看这别弄了呀，马上下来了。你过来一下，大哥都说了，你过来呀。那老二自从看完兵法以后是不一样了啊。就我那叔叔是不是让他拿走？那，因为我还没研究透呢。那大哥都说了没事儿的，他都没揍我，你没看着啊？你就喂口吃的，我看你谁你都能背叛呢。你看那排骨。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咱们大哥，大哥，完成了，大哥。这小子，你小子了啊！啊，我买的排骨，这样不就合理合情的吃吗？这不是？不是你掰这干啥？三哥说让掰的，人家掰尖就行了。尖掰完了，三哥有个中间掰。
掰一下子。豆角都给掰折，我都没见过这样式干的。哎，你们仨缺心眼啊！不会做饭的人是够呛的。哎呦，别掰了。今天刷锅这么慢吗？干啥呀？拿个瓢不就行了？真有那个虎劲呢！好点小葱。你有病啊！你跟着我？咋的了？不让啊？这你家地盘啊？啊，是啊。不是大哥，别！我带抠眼珠子的。我说你现在为啥这么贱呢？我都习惯了，咋整？你过来干啥呀？哦，没事啊，你不打水吗？你离我远点啊！我现在这眼睛看不上你，这眼睛看不上你，两眼睛都看不上你。那我不用帮你拎了吧？不用拎，小胖子，赶紧走。我走了。走吧，离我远点。来点葱花。姜呢？不是，你怎么还把那玩意揣兜里了？干啥去？你都干不干净？干净，老干净了。都比你脸都干净现在。来点葱姜，来排骨高丽菜。料酒。哎，料酒高丽菜。人家料酒放的就像尿尿，人家是泼的料酒，盖盐，排骨，你还撇沫呀哥？象征性的撇。哎呀，这小颜色，就看咱挑的排骨怎么样。今天下血本了啊，放这老多油，我去。葱姜蒜爆锅，哎，排骨搁里头。哎呀，这小上来了啊！酱油搞里头，好油搞里头，往里喷点料酒，盐再上来了啊！放点牛肉粉，哎，这就搞里头啊！多搁点盐面，豆角搞，倒，就是这个味儿。生命泉搞里头，倒，还有。好来一丢丢，好，盖上锅盖。自己的活都忘了，现在都盖上锅盖。想多久了？还给你整点黄瓜解解腻，爱点小蒜泥，来点盐面，蒜泥黄瓜搞起来。出锅，这老香了，这也啊，太香了，这也。不行，大哥，哈拉出来了。你离锅远点啊，你别拉到锅里边。来点鸡蛋酱。啊，两手打不行，大哥，留住你的气质呗。给你支个一个，就冲你这句话。以后气质这事可以多说一说。嗯，行。大家，搞里头。没有吧？嗯。狗肉太咸了，不好吃。哎，出锅，喝点十三酒。今天小菜，农村生活，简简单单四个菜嘛。这也太盖了，三哥送碗饭呗。嗯，谢谢。啊，那你那边都松的都那啥了，俺们这边都挤这样了的，你往这边串串。嗯。哎、我应该让你俩出去跑一圈儿，为啥？你俩让我跑一圈儿，锻炼身体嘛。下次咱俩别拉他俩上。那关键时候不是他叛变，你咋还跟着走了呢？他俩能分清大小王，你知道吗？咋整的？听不过去了，你说你俩。来个婆婆丁，蘸酱。又到好熟山野菜下来的时候了，是吧？嗯。你怎么一喊骨头就跟那塞班似的？牙口不好啊，吃不了，你留着，你晚上吃啊，吃不了。我寻思你吃不完，你上哪走？关键我今天一瞅不能剩，根本剩不了。拿筷子啊？为啥呀？那至少碗好几块儿，这玩意儿多方便哈。哎呀，二哥这褶子都一脸了，干点。大哥多嫩肠啊，一点褶都没有。一个豆都没有，哎呀，那家伙还浪上了，黢黑，黢黑。